大家估计很熟悉这把刀了，我们又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再来猜一下，这个应该是个键盘，绑的还挺好，听着这清脆的小声音。天哪！我的鼠标，还有这键盘，哎呀，真的，我都想说一个，真的还是那句话，一个公司的福利真的很重要，大家加油啊，我们可以的。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开，不开的话它是没有作用的。而现在的话，你再看，它就可以走了。天哪，太吓人了。就想说，就是有些网站真的是很鸡贼，就是你不把三个图片都点开，它都没有下一个的按钮。哎，真的是鸡贼的电脑。这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电脑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但目前来说的话，现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去用，就是因为这个电脑配这个就可以，那它配另一个 ThinkPad 就配不上。人生总有很多疑惑，你知道吧？我就想说，你知道当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容易受这种小伤害，带走了。真的，因为老长时间没有来，就是沃尔玛的，我都不知道沃尔玛竟然已经有豆腐了。点个赞，我的天啊，变化好大！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 miss 这个感觉，别个心，就是自己去买菜的这个感觉，真的太帅了，就是很开心来找到东西。就像说好几天不来沃尔玛，我大概能有2周我没有去到沃尔玛的买菜了。又去中国超市，我就发现沃尔玛的花都有变好看，我想。我不喜欢小粉和小红，就想说今天天空真的是太好了啊！就是拿着这些东西，看着小车，在这边走路，真的人心情超好。小松鼠呢？看看小松鼠。想说一下，就有的时候真的是那句话，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难。就之前都是有人带我去中国超市买菜什么的，我就没有拎这个啥，拎这个箱，结果后来拎箱之后，就很明显一下子就有这个小的这种，茧子，努力加油，轻松的双手，耶！我想说最开心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有3台电脑，2台负责娱乐，因为这个连不上，这台负责工作。好的，走过了十几年的婚姻，婚姻真的是一条很长的路。找到对的人是很关键，那什么是对的人呢？其实是可以跟你说真话，会吃醋，包容你的缺点，让你做更好的自己。啊，真的吗？对。这是我离成功最接近的一次，但是还是失败。我已经试了1、2、3、4、5、6、7、8、9次了。大家加油。我想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可能你会做 A， 但是你选择题你一定要选 C。就是你想的跟你做的完全不是一件事儿。大概一桌惨剧形容的就是这种状态。说实话，当我收到这个箱子的时候，我都震惊了，因为我看它的那个 sender， 我根本看不出来这到底是啥。所以我们就打开一下，看看这是什么好东西哈。我感觉可能还是某种用品，但是我这回是完全没有印象，因为我感觉那个 USB-C 应该没有那么快。我们猜一下这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这是啥？看起来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有两个塑料袋。哦，啊，有个 mini， 有，and then， oh my god， that's so cute。So they have a welcome for this。应该是口罩吧。OK， 所以他们包了一个东西，为什么不知道是啥？但是，哦，哇哈哈，这个杯子还是玻璃的呢！哇天，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这还是喝专门 cocktail。哇天，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这看着好高级啊，这个。底下应该是，天哪，喝酒的，我天。OK， 这个能栽。OK， 这个可能不能栽。那这是干嘛的？哦，这也是喝酒的可能。OK， 这可能就是两个杯子，两用的杯子，拿这个装，拿这个喝。这个竟然摘不了呢，好可惜，这个竟然摘不了，是摘不了了吧？好像是摘不了的。那这还不错，可以这样喝。哎，我操，好帅这杯子，这也可以，这好帅呀、啊，这个。天哪，还是黑的，哇 ，I'm so happy。说一下，就是这个多么的 TD， 就是这都是绿色，这一袋就都是绿色的，真的是太 TD 了 ，so typical of TD 呀、yeah.。哒哒哒哒，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肉啊，这是现在完全没有配色，本身烤的样子啊，太好吃了。现在是我们 surprise 一天，带好礼物，带好东西，我们现在出发。现在在 recall 的这个蛋糕和点蜡烛，看看能不能点起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Ganesh!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想说，我们买了一个酒，就是亮亮晶晶的，真好看！我的天哪，会气死，这个真的是会气死。有的时候想说，人的心情真的是很难讲。就是等你这次再来看这个活动的时候，就觉得呀。很难讲，就像说一下心情这东西真的很难讲。给大家最后看一次，结束了，开始所有东西，开始打工回家。天哪，有点伤感，下回再见，拜。真的，这一天过的，我之前用几个字来形容我自己，七上八下。我觉得真的，人生很难，你知道，人这一辈子一天做一件事能做好，真的很不容易。想说一下，给每一个工作的人加个油，对。You can do this， 有一种幸福大队向我们走来的感觉。这活干的我真的是想杀人，啥也不说，单纯想杀人。我跟你讲 ，OK， let's welcome the coming back team. Any last word wanna say? Hi everyone, this is Andy and in Benny's channel. Remember to like and subscribe. Bye. Thank you. 再见。These are my kids. Bye. OK， 我就是觉得今天很值得纪念一下，你知道吧？就是，我现在说一下现在的时间，我已经实际上从9月10号待到了9月11号，现在是9月11号的凌晨1:25。对，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感受。This is actually the first week. I kind of finished my first week of the internship.I think the more feeling I have it is like being a full time. It's always so hard for you to try to handle two things. And yes, with the approval, I need to actually do two things together. And I also need to do well on both of them. So yeah, I can actually see how hectic my life going to be in the later 4 months.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actually, but I hard actually. And then, yeah, 我不知道我做不做一个，我不知道我自己做没做好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说一个好的 training 的状态。完之后 ，you know things just keep coming. Like yeah, 完之后今天的一个大的 bug 就是说，就到底能不能要 permission, 要 letter approval, 你就会发现。There's just so many steps you need to do before you can get a formal paperwork done. So I just want to say one thing is like, I think I also want to encourage myself, try to be patient, even though I lost it a lot, but like, try to be patient.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record it in English is because my aunt won't actually see it in English. And then so, yeah, I'm more freely talking like that if I speak in English.Oh yeah, but yeah, I guess I'm thinking that I did a good job. I hope. Okay, I sincerely hope I did a good job. And then yeah, I literally am like running, crying for today. But yeah, I hope every minute I spend either on work, homework, or literally anything,
I hope it's a well spent. Yeah, so that's how I hope everyone, like, you know, same as what Regina Noh said, try your best to do things that you like and you can do well. Good night. 突然觉得这个画面就非常有野餐感，准备的那个菠萝三明治和那个啥，嗯。